改变我的，在这一个时期当中，我得改变一下我的节奏。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，你挖。快变成黑茄子了，到外接触一些女的了。哎，有的看着银次郎挺善良，人挺好，挺和气的，好着这个帮助人。有的女的就很喜欢他。你就是阿云？是我。太好了。他也挺喜欢女的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敢向女的表示他的爱情。祝你幸福，再见。谁要是说他傻，说他傻的人，这个人是最傻的人。我这个人是太傻了。所谓傻的人，他是把一切，把好事情都为别人去做，把痛苦留给自己。这种人傻吗？实际上不傻。我乃葛氏柴右人士，生下来就得天独厚。我姓车，名银次郎，江湖上人称疯子阿银。难以判断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一部电影，还是这部电影塑造了这个地方。在遇到银次郎以前，卧美清还是个小演员。卧美清就是一个干演员的料，一般人表现悲剧就会用悲伤来表现，卧美清老能用非常有分寸的喜剧来表现悲伤。在日本能这么演戏的很少，所以当时就觉得卧美清不错。没名气的小演员遇到了两个年轻人，富士电视台刚刚当导演的小林俊一，松竹电影厂刚刚当导演的山田洋次，他们几个一起弄出了个颇受好评的电视剧《银次郎的故事》。当时在富士电视台每星四播出，一周一次，每星四黄金时间，每集45分钟，一共26集，反响非常好。电视剧里银次郎最后意外被毒蛇咬死，很多观众不高兴了。又经过些周折，电影《银次郎的故事》终于诞生了。其实正像是跟高仓健合作，我被他的魅力所感染，希望再度合作。与卧美清也是一样的，他是和高仓健完全相反的一种类型，是喜剧明星。他有一张非常有个性的脸，当时就考虑要为他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？这样就有了第一集的银次郎。电影开拍，
从此卧美清再没有离开过银次郎，一共28年。我想像银次郎这样的人和关于他的故事在世界各个民族都会存在，虽然脑子不太灵光，可能一事无成让人笑话，但是心地善良，同时又得到很多人的喜爱。银次郎没房没车，没有工作，没什么衣服，那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他没有钱，又没有房子，又没有家，长得又丑，脑子还不灵光，但是你会被他触动。我想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做人的自由，他完全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束缚，内心无欲无求。我可以说不，不对，有两样东西对流浪的银次郎是重要的。首先是他那位于柴又的家，因为有家所以要回。他一本正经的问叔叔还活着吗？这畜生啊，也不知道人家为他担心呢。你就说我快要死了。编故事的时候特意把银次郎的家庭成员设计的比较少，而且关系简单。他没有父母，虽然有一个妹妹，但是母亲不同。叔叔和婶婶对妹妹一直视如己出，所以这个家的血缘联系并不是那么的紧密，但是大家在意识上都努力地成为一家人。叔叔，是我，是我银次郎。话也不会说了。这梦真是灵啊。见到90岁的婶婶会有种莫名的感动。银次郎是我的侄子，是我哥哥的孩子，不是我自己的孩子。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市井人家，我家那里是市场，我爸爸就是批发蔬菜的，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气质和婶子的角色还是挺贴切的。老头子不好了，阿姨回来了。回倒是该回来了，可不知怎么我头又疼起来了。阿姨，是你在那儿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叔叔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哦，对了，婶婶一连演了28年，叔叔却换了3个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在路上。筹拍第5集的时候，森川说肠胃不太好，然后他趁着休息去做了手术。做完手术要插很多打点滴的管子，趁人不在的时候他就把管子全拔了，当天晚上就去世了，抢救也没有来得及，很突然。 我要死，你们要我死我就死给你们看。叔叔常常为自己与银次郎有相同的血统懊悔不已。是啊，我是傻瓜，反正我是傻瓜，跟银次郎是一家子嘛。什么？他们都奇怪为什么兄妹两个差别这么大呢？樱花，别拉着我，我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啊！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，樱花，别拉着我！妈的，我是说真的，别拉着我，别拉着我。我读了这个本子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传统日本的街巷以及那里的人情世故逐渐消失了，而这些正是这部电影关注的东西。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但樱花是银次郎最珍爱的人。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多大了？再过5年或者10年就会后悔的。哥哥常常认真听取妹妹的意见，然后发愤图强。我要认真地干。小娘，我回来就要洗澡，准备好热水。因为干活了嘛。我走了。但他总瞧不起自己的妹夫。是说叔叔不死你就不能报恩了？他不死怎么报啊？什么？你少多嘴，都是假话。别动手啊。阿伯早上6点就起床，吃了早饭，然后去工厂，辛辛苦苦挣钱养家糊口。
而银次郎每天无所事事，睡懒觉到十一点，边跟奶奶抱怨边吃饭，然后跑出去玩。我们在干活，不是在玩啊！你不要随随便便闯进来。阿伯是个老实人，每天汗流浃背，满身油腻的工作。但是阿伯的话应该好好听听。阿伯，我也有一个请求，哥哥不要继续再流浪了啊！实际上，我的角色就是导演的角色，通过阿伯这个角色的口，把导演想说的话说出来。我来说，是你有点太过分了，知道吗？小工人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另外还有他的妹夫以及。另一个角色是脑子有点毛病、有点傻的一个男的，我在里面老是这样，一看银次郎被女的甩的时候就偷偷的乐，然后银次郎有气就撒在我身上。虽然是小角色，却是大家庭不可缺少的一个。虽然戏份不多，但我的形象很引人注意，所以会给观众留下一个印象，让人惦记着。虽然员工似乎很傻，但他又似乎最能理解银次郎。他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，由于我有家，所以我要回去看看。痛苦的时候，悲伤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家。他对自己的故乡有一种眷恋，但是待几天他又烦了，还想出去混，是这种人。哥哥。是啊，因为有家，所以可以安心去流浪。又要走？嗯，我打算再也不回来了。这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我要轻易回来的话，那我也太没脸皮了吧。那我现在就走。我以后再也不会登这个家门了，冒着凄风冷雨又一次出去流浪了。别了，去流浪，然后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再次回到家里。在柴佑的寺庙里有一个附属幼儿园，我呢在这个幼儿园里当老师，当时寄宿在银次郎他们家，是这么一个人物设定。第二个作品里面我演的是一个小学的老师，按这个思路下面还应该要演中学老师，最后演到大学老师。当然这是
四郎的性格每次都得是他自己特主动，所以人家很信任他，他却误会了别人的意思，最后还是被人家甩了。人们愿意看到可怜的银次郎被美丽的女人抛弃，于是在电影拍摄的28年间，全日本最红的女明星们相继来到这里，带来银次郎渴望的爱情，然后再离他而去。能否把银次郎甩了，在一个时期的日本，几乎可以用来衡量女演员走红的程度。我是一直在想着他，可是他连我长得什么样恐怕都忘了。银次郎对这些美丽的女人们常常是一剂抚慰伤口的良药。去见见吧，你家里的一些亲人只有你们姐弟两个了。银次郎看上去是一个没有正经职业的浪人，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比如说他旅行中经常会碰到女孩子，在女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都会全身心的忘我的去帮助人家。我跟你一块去啊，现在才中午啊。现在当然了，想去就得马上去，快走。大体上说，银次郎总被女人们甩，但仔细看又并不完全这么简单。很对不起，老师对银次郎依依不舍。百合多次导演是来表现，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中间钱之类的东西其实不重要，家人之间的这种连接，这种切不断的亲情，实际上才是人要追求的最终的东西。我回来了。阿姨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哥哥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我哥哥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舅舅回来了。哎，你平安的回来就好。于是因为有一个家，所以要回家。这只四方脸的燕子不管离开多远都能准确无误地回来。老头子不好了，说是阿燕不见了，到底是给甩了，这个傻子。哎，你好吗？阿燕，我的演员生涯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演樱花，演这个电影是特别丰富的经历，有很多愉快的记忆，也有很多让人想起来挺伤心的事情。跟电影相关的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世了，最后卧美清也离开了我们，给电影画上了句号。一次次回家中，大家都老了。我这又走了几年呢？几年？你别搞错了，连一年还不到呢。我觉得都快十年了。从25岁到53岁，可以说把自己的演艺人生都献给了这部影片。因为我一直演阿婆，我作为阿婆的形象逐渐在广大观众心里定格下来。其结果是想演其他电影时，总是不能被选上。更何况这片子每年要上映两次。即使想演其他导演的作品，也总是难以实现。哥哥，心情怎么样啊？心情倒还不错。28年当中，银幕记录了我们从年轻逐渐变得成熟了，在变老的过程。我想这样的电影，一个人一生只会演一部，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年轻，摄影棚里老是充满了笑声啊、喊声。包括已经去世的摄影师，他经常会大声地喊安静点儿。
后来十年、二十年的时候，现场越来越安静了，连笑声也越来越少。这些演员逐渐组成一个神奇的家庭。他对我来说就像自己的哥哥一样，老照顾我，而且有什么困难，我都会找他商量应该怎么办。经常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请我们吃一些叉烧面、炒饭，我最爱吃的东西。每次沃美清都记得。这个戏表现的就是一个家庭，由于大家常年在一起演戏，感觉到真的成了一个大家庭了。大家在拍戏的时候，冬天有那种桌子跟棉被似的盖在脚上，底下是一个火盆，然后大家把腿往里一伸，喝点茶什么的。夏天的时候也是围着一个桌子，一边喝茶一边喝咖啡一边聊，很像一个家庭的气氛。一般的日本电影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。大家都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，我们都好像有两个家。拍摄现场是一个家，拍完回自己的家，第二天又回到拍摄现场的家。这个神奇的家庭并不只是这些固定的演员。我参加了第四集和第35集，两集之间虽然隔了15年的时间，但在拍第二次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找回了当年的那种感觉，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家庭里。这就是我说的在岛上陪我游览的老师。是啊，进入这个神奇的家庭就无法再离开了。我看就再待上几天吧。很早以前我跟山田洋次说，我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当证婚人，他答应了，后来真的当了。可是当时很年轻，没什么钱，就没有拍结婚照。多年后一次拍银次郎的时候，导演突然想起来说，帮你拍一次结婚照吧，问大家同意吗？大家都说同意，于是用电影里的服装道具请了一位来拍剧照的著名摄影家，拍了一张照片。据说别人找他拍一张照片要200万日元呢。那天真是很高兴。1995年7月，日本阪神大地震，非常辛苦，总要先去医院检查一遍，然后再来拍戏。第48集就这么拍完的。那时候刚好阪神大地震，他还要去赈灾，大家都不同意他去，可他还是去了。这一年，银次郎的故事最后一集开拍，当然，除了沃美清，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集。其实在去世的10年前，他的状况就不太好了。他去世以后，他太太告诉我，其实沃美清去世的3年前，大夫就跟他说最多还能活2-3年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们。回想起来，在他去世前3年的时候，脸色变得很灰暗。在拍第48集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很糟糕，我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。这一集里，银次郎的侄子满南失恋了。我想结婚，满南。在第一集里，樱花和阿伯结婚。在最后一集里，他们的孩子满南也像舅舅一样寻找爱情了。下来，你快下车子。听见了吗？在海岛上，银次郎努力教育满南应该如何对待心爱的人，默默祈祷他在遥远的金山快乐平安，天公作美，结婚典礼顺利进行。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，他也在那边拍过戏，大家看得很高兴，您来了跟他挥手，但是银次郎都没有理人家。当时有一些人觉得他怎么架子这么大，但是他身边的人告诉他们，当时他已经连挥手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他实在是不行了。于因肝病去世，银次郎的故事在持续28年后终于结束。28年间，沃美清只主演过银次郎的故事，
在其他电影中均属客串。沃美清原名田所康雄，在公众面前他叫银次郎，在同事面前他叫沃美清，在家人中间他叫田所。沃美清患病十年间始终向所有人隐瞒病情，他在遗嘱中说，不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遗容，等烧成骨灰之后再对外界公布，不要一切宫花和香钱。在下走南闯北，乃葛氏柴右人士，姓车，大名叫银次郎，江湖上人称疯子阿银。